家好，今天特别为您介绍竹筒饭。竹筒饭是早期人们为了方便携带，将米和材料装于竹筒内，用火烤熟来吃的一种烹调方式。今天小厨特别用电饭煲来示范一个简单又方便的竹筒饭，让您吃出小时候的味道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要放在电饭煲的材料，有米、糯米、花生、莲子、一匙的黑酱油。小炒的材料有香菇、素火腿、麻油、甜辣酱、素香松，再外加一个腌制小黄瓜，就能吃出一份美味的竹筒饭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希望您喜欢这个竹筒饭四香味俱全，用现代化电饭煲烹调的柴火人间美味。期待下次素食有约，一素一菩提。